喂，你好，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，我是李依璇。马上你来关心，新北市中和区16号晚间发生一起车祸意外，一辆小货车疑似因为车窗起雾，司机视线不良撞上指挥交通的一跤。警方获报赶抵现场，先是将被撞的一跤紧急的送医，但仍宣告不治。而肇事的货车驾驶工称，因为车内外气温落差，导致前挡风玻璃起雾，没有看到有人在路中央指挥，才会不小心撞上。警方实施酒测，肇事驾驶也没有酒精情况，讯后依过失致死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